你好，未来。未来，意思是从现在往后的时间，是相对于现在我们所处的这个时刻而言的未来时间。相对而言，明天只是未来的一部分，下一秒也是。它是一个时间概念，相对于过去和现在，任何事物都有未来。未来是无限的。